先用凉水和面给它激一下子，剩下的用开水和，和出面筋的。和好了，切半个点儿。一会儿整酱香饼，咱俩过来整了吧。好的，出锅。洗好的开始擀。好的，上锅烙。锅里倒点油，麻就烧了吗？好的，出锅，开始刷酱，撒上葱花。切一下的，拿给你粥。油饼这么整还挺好吃的呢啊！
这酱香啊，又是滋味又是孜然的，好一样东西。这没切开呀，切开就那么吃吧。你看多软和，还有层的。嗯，那虚软，一层是一层哈。嗯，欢迎有的放甜面酱的，咱们放的豆瓣酱和大酱，这样实际也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嗯，就连菜再饼吃吧，省事儿了呢。这是油饼加酱啊。蘸着酱的。蘸着酱饼。不抹酱就是油饼。嗯，不吃菜我都能吃一点啊。好吃吗？那么嚼呀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